真够早啊！欢迎收看今日七月十一，大家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的中庆北路天龙三分院门口口，伫昨昏尾暗啊发生枪案。这是一个四平嫌犯伫顶下卡向威进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甲伊的司机开枪，嫌犯犯案了后，随早枪甲枪支去派出所自首。七十五点五点外，台北市中庆北路天龙三分院头前，威进集团董事长吴明达甲司机都要离开，一个穿乌衫牛仔裤十个人赶紧向前，顺着卡为后边发紧，向两个人连续开几啊枪。嫌犯开自行开车到现场遇到被害人之后持枪向被害人开枪现场两名男子受伤。开枪的人是33岁姓彭十波人，伊伫犯案了后，揸一支枪甲11粒枪支，到台北市联合派出所投案。嫌犯讲家己经营咖啡店，不满和吴明达讨保护费，暗告吴明达讲无熟悉，最近也无甲别人结怨。本分局持续清查相关的犯案动机及犯案的经过，来线犯案的一个动线还有使用车辆等等的一个状况使用大数据调阅监视器等等的一个方法来厘清他的相关的一个犯案的一个经过。警方在案发现场扣到5粒的枪支壳，吴明达到手掌和枪支穿过，左脚也互枪打伤，司机的正脚也互枪打着，粉碎枪骨折，送台北马街急救了后，暗时转台北荣总治疗休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南县会理事长林树杰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连续两天传出两宗悲剧，一宗是老母抱两岁的囡仔对厝尾顶跳落来，另外一宗是新北三重埔翁婿先甲某抬死，再甲6岁6个月大的婴仔溺死，家己惊跌落。专家是建议政府爱赶紧上报来强化资源的协助。专家嘛建议亲戚朋友就爱较加报咧，发现办事唔对就爱去主动关心。也根据统计，咱国内对民国106年到去年，人伦自杀已经造成62个囡仔死亡。去年人脚步沉重，强韧悲伤，血汗兼风上炎。第一天一来失去孙仔查某囝，佫想袂到凶手可能是家己的囝婿。女儿跟她老公平常会吵架嘛，因为不会就是都不会，你知道我们都没预警的，经济压力也不会，两个家庭爸爸妈妈两个家庭都不错啊。这悲剧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埔，警方初步调查，刚来先生找到疑似先妻太太离开家家了后，在车内挟持6个月大的囡仔，最后家己也轻生，会惊着到疑似甲经济压力、资金问题关系，不过详细动机还要调查。在台北市北投区马槽桥下，发现刘女的丈夫廖男以及其小孩已经沉尸在车内。进前在新店的妈妈带十个孩子跳水，台中姚妈妈抱十个孩子坠楼身亡。这种胎儿了后轻生的案件，今年七月到今麦至少3件，发生数个家庭状况拢无同。啊，不过爸母将囡仔看作是珍宝，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带走无着地看囡仔去轻生的想法呢？会觉得他周遭的世界啊环境对他都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不想要把这个小孩子呢也陷入这样的这个不利的状况想要拯救自己拯救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基本的架构。第二个当然就是本身事实上他是有带有仇恨的，他想要泄恨。根据文化部106年到112年数据，这种案件造成62个囡仔死亡，为家庭经济问题、健康问题、情感关系等各层面，拢可能是因素之一。不过太假轻生事件，事前较歹发现，要安怎防治？他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不一样了，可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排拒去寻求帮忙，情绪问题如果改善，自己对很多东西就不会那么容易负面。失业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会让我们觉得似乎有立即性的一个危险。我们认为在这些指标上面哦，政府应该在所谓社会安全网的一个领域当中做一个广泛的宣导，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资源去介入。对了，靠近辅助员改接，有专家表示，身躯边的亲友加点关怀，注意定调。家长遇到困境，应该勇敢求助，不应该轻彩，不断囡仔生命造成悲剧。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是透西南风，天气正烧热。咱同齐看温度。今日各地高温普遍拢有33度至35度，气象署有针对全国14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有7个县市包括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甲台东，拢是感冒式的顶号，高出现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有7个县市是黄色的顶号，建议乡亲就爱加啉水。因为中南部过道了后有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各地头山区也有局部大雨，过道了后对流会较旺，拢会细致西北风。咱即摆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咱台湾各地头天气拢正烧热，未来即礼拜同款拢是日时高温烧热，过道有西北风、高上大雨即款天气。也能气象署是表示，即摆热天是风太贵，也毋过咱可能爱等到7月底，才可能有风太形成。最近台湾天气变化是真大，透早高温热翕翕，也那个下晡阁会形成甚大雨。气象署提醒民众，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拢是高温烧热，甚至阁会出现36度以上的温度。也那是下晡阁有西北风，甚至是甚大雨的状况来发生。在10号到11、12号这段期间，随着高压逐渐的减弱，那所以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偏属于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但是要注意，今天在大台北地区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现象。而明天呢，各个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大雨的情况。那因为是偏西南风，所以在比较偏台东地区，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在11号、12号周四、周五这两天，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状况。因那大家上关心的风太贵，当时各有风太来形成，气象署是表示，目前台湾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天气较稳定，水汽嘛较少，要形成风太的状况是较困难。不过气象署嘛预测，伫咧7月中旬甲下旬这段时间，才会开始有利风太的形成。比较偏向是7月的中下旬这段期间，南方这个海面呢，其实就慢慢的开始适合台风发展，会有些热带系统慢慢的生成下来，也慢慢进入台风比较容易发展的季节哦。那不过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呢，还是要看后续的天气系统而定。另外，气象署嘛，针对大台北地区、甲中南部地区发布感冒时甲唔是个高温顶号，为着要防控热伤害，气象署嘛提醒民众爱加补充水分，透中昼嘛尽量莫出门曝日，也若下晡出门就爱记得扎雨伞。记者戴阿酸、曾俊佑台北报道。咱同齐来看今日只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防止控制做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贪污受乌洗，检方两届行政羁押拢予法官驳回，先是500万交保，第二届是1200万交保，检方不服，搁再提起控告。高等法院是认定讲裁定交保是无去重视郑文灿的实质的影响力，所以搁裁定撤销，即马搁发回警讯。桃园地方法院伫今仔日下晡2点，阁会召开一届羁押庭。来看自由时报，资格总署有公布1月份至5月份经常性薪水年增率是2.46%，增幅是最近6年同期的第二悬，总薪水年增率是3.88%，扣掉物价起的因素，实际的经常性薪水有起0.22%，这嘛是最近3年来同期头届的正成长。头届增加的薪水无互通货膨胀加起。再看《中国时报》，国民党的立委有对外揭露军方各界的军官轿车用的行车记录器拢是用中国货。军方伫昨昏有坦白讲，因已经拆掉800台中国做的行车记录器，即马也阁继续咧清查。也那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驶来咱台海，局势是真紧张。国防部有表示讲，昨载有37架中国军机和无人机配合山东号执行海空联合训练，日本的防卫线有掌握，咱的国军嘛有陆续监控。中国航舰山东号出现伫个西太平洋，加上主副战机出海两过大海，尽管印太地区的局势紧张，国防部七十发布侦查到中国歼16、轰6、空警500和无人机等等37架次，其中36架次是超过中线和恩春线，经过咱的南部和东南空域到西太平洋，配合山东号执行海空联训。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岸空域，高度8000公尺，中共军机注意。
已进入我 ADR 里，影响我个安全，立即回返巴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嘛，掌握山东号的动态，初九时发布通报，在中国岛东南方差不多520公里处的太平洋海域，发现山东号和055型的飞弹驱逐舰延安号、052D型的驱逐舰桂林号和054A型的护卫舰运城号，当中四架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山东号搁执行舰载战斗机和舰载直升机的起降任务。我们有充分的掌握，我想我可以说明它是不是经过巴士海峡，它是经过更南边的巴厘岛海峡，往西太平洋过去。针对山东号突破第一岛链，甲上美军当地的夏威夷是开始款待平洋的军演，美中拼场的意思是真高。郭立平强调讲，国军有掌握山东号相关情资。另外，因应现代化的作战，国军是由美军国防创新单位 DIU 新成立国防创新小组，会引进美国成熟科技。立委嘛问讲，国军敢会放弃中科院的研发能力？中科院研发的这一块，我认为在 DIU。就是说创新小组成立之后，它不但不会弱化，它应该会随着我们评估的结果，那它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整合的这个工作。郭立平说，国防创新小组未来是重点放在无人机和反制系统 AI 目标的变色，但是不放弃国产的无人机，外面组织的干部来进行，而且引进 AI 技术整合战术来机关运用。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两岸局势有较紧张，中国敢会继续去乌咱的友邦咧？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是表示，目前咱十几个友邦的关系拢真在，拢真稳定。外交部即马嘛正在规划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的行程。谢谢部长在百忙之中啊，播出时间安排今天的国内媒体记者茶叙活动。上天亮第一摆甲媒体联谈，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就台湾外交处境，即马是上好，也是上挑战性事情。外交部会落实解答外交、同盟外交、经贸外交，暗过两岸情势紧张，但目前只剩十个友邦外界烦恼中央，各请后卡。就这十二个邦交国来讲，目前是稳定的状态。好，那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中共，是对外交上面，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施压。中共年初欧诺鲁林佳龙表示，赖政府就职前后改善空气，严阵以待，目前检讨每一个邦交关系，会找时间拜访邦交国，也规划总统赖清德出访行程。暗谷都好比个三千年，是不是过境美国嘞？到友邦有时候会经过美国，所以过境。我们现在都在规划中，那有决定啊，会跟大家来。中共威胁进兵，林佳龙表示，台湾除了提高国防自主能力，也结合第一岛链国家交换情报。暗个外交官阁出包，为驻美代表一代理了后，阁传出咱驻 WTO 代表卢昌怀红帽去靠一家人共其使用，驻斐济代表陈英莲被押出滥用公家钱，驻美代表处副组长魏国涵被质疑霸凌同事。我上任之后，其实已经展开详细的调查。那也将调查的结果移送廉政署，也已经将我们驻斐济的这个陈代表已经调回要调回部里。这问题要如何解决的？林佳龙强调绝对未安堪，也必须定新的采购规范，杜绝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成立75年的北约组织，即马正在举行连续3天的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北约会比英国更加强。伊嘛宣布，美国会和其他国家提供乌克兰更加多防空武器来支持乌克兰。即届峰会，北约嘛强化和纽西兰、澳洲、日本和南韩这些印太国家的关系，要来对抗中国。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登场，新冠国的领袖拢组织出席。在北约组织成立75当时，举办3天的会议，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幕演讲的时阵表示，新冠国在一直增加之下，暂时北约组织比过去更加强大。Today, NATO is more powerful than ever. 32 nations strong. For years, Finland and Sweden.We're among our closest partners. Now they have chosen to officially join NATO.
拜登强调，爱会记哩，拜登做一个本质是民主。讲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袭，是想要征服乌克兰，毁掉乌克兰的民主，并且把乌克兰为地图面顶搬掉。对此，美国会跟德国、意大利等等其他国家，在未来几个月提供乌克兰国土另外的战略防空系统，消停乌克兰就是普京。拜登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嘛，敦促西方国家爱用尽一切的代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There are no risk-free options in a war. The biggest cost and the greatest risk will be if Russia wins in Ukraine.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So the outcome of this war will shape global security for decades to come. The time to stand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is now. The place is Ukraine.这是对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不过这届峰会未有任何进展。另外，在德比中竞争的局面升温，北约组织嘛暗算加强加纽西兰、日本、南韩、澳洲这四个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印太伙伴关系，想要抑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一直增加影响力。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日本七十下晡出发去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岸田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威胁区域的安全。认为今仔日的乌克兰有可能加入美日的东亚，所以有必要和北约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合作应对超越地理边界的网络太空这一新安全威胁。公司新闻台是董冰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昏就表示讲，北约援助乌克兰的 F-16 战机即马正在送去乌克兰的半路。这批战机是对荷兰和丹麦出发的，目前各国计将购买100台。由荷兰和丹麦带头组成的战机联盟，援助美国制造 F-16 战斗机给乌克兰，佮帮助乌军摕到战场空中优势机会。详细的消息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日表示，第一批 F-16 战机在公会时阵已经为荷兰和丹麦出发飞去乌克兰。As we speak, the transfer of F-16 jets is underway, coming from Denmark, coming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those jets.Those jets will be flying in the skies of Ukraine this summer to make sure that Ukraine can continue to effectively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Russian aggression.一波进一波水平，这批 F-16 有偌济只？另外，挪威政府发声明表示，加入 F-16 战机联盟会关注6只和乌克兰。目前各国关注 F-16 已经接近100只，乌克兰估算需要至少128只才能摕到空中优势。学者分析，俄罗斯可能更加积极攻击乌克兰暗藏的 F-16 基地，这点为过去两个月都无停过。乌克兰会更加需要防空系统来保护这战机。Але цей план він буде тривати ну кілька місяців, поки ми набудемо наших льотних спроможностей. Ось щойно ми їх набудемо, ми відженемо їхні літаки, і терор закінчиться, його не буде. Але ці кілька місяців вони будуть такими, ну вони будуть дійсно важкими.在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应这讲话，表示希望在热天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佮指出乌克兰需要另外七套爱国者系统来防卫。公司新闻邓慧晶编译。来关心美国的大兵。另外一边呢，前总统川普伊是伫造势活动顶关是踢笑拜登，伊踢笑拜登讲，即马拜登害民主党伫个四线，徛关山跨马小太阁夹插天花刀。也那外界是关心讲，川普副手到底要选上，即马引起讨论。Meanwhile, the radical left Democrat Party is divided in chaos and having afull-scale breakdown all because they can't decide which of their candidates is more unfit to be president, sleepy, crooked Joe Biden or laughing Kamala. 在第一场总统辩论声势大起的川普，趁着这个势，拜登在迈阿密的造势活动，口说民主党这马将会拜登是不是应该继续参选这个湾，也批评贺锦丽，该批笑讲拜登当初选贺锦丽做副手是正明智的决定，批评贺锦丽无能，甚至民主党人拢不愿意让伊取代拜登成为总统候选人。川普讲，无论民主党最后谁人出来选，伊拢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另外，共和党伫后礼拜全国代表大会会正式提名川普竞选总统，同时也公布伊的副手人选。川普随后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阵讲，伊竞选搭配副手将会是一个做总统也能表现正赞，也能帮助伊当选的人。
You need Marco Rubio fighting for you in the U.S. Senate. He is fantastic. Marco, come on up. Come on up, Marco.会长的参议员卢比欧是在那边讲到的副手连选之一，因为伊是古巴移民的后生，会当帮助抢拉丁的选票。因那这个那三十九岁俄亥俄州的新州参议员万斯，也因为听川普名声正响，排在了副手的名单内面，不批评拜登政府用司法对川普进行政治迫害。What's going on inside that courtroom is a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annot have a country where you get to prosecute your political opponents instead of persuading voters. 其他可能的联赛又包括进行行李做了检会，北达科他州的州长伯根，也有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丁人。川普已经不讲过，各路要找女性做副手，已经退选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利，也有媒体在咧讨论。不过目前台面上的联赛主要也是以男性为主。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关系现在是很紧张，菲律宾的空军60年来头次派战机飞去海外，昨天是飞到澳洲的北部，现在要和美国澳洲等20个国家来进行联合军演。南韩在最近日落大雨，雨水量很惊人，雨水是集中在中青南北道，还有全罗北道。雨水是雨气上厅形容是200年来才会出现一次的大水雨，极端降雨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继续关心瑞士银行有公布全世界全球好业报告，它说在微晶片带产业这个产业带动之下，报告里面写说在2028年之前，我们台湾100万美金的大好业人会增加 47%， 成长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也如美国也有可能会增加，但是报告里面写说英国大好业人可能会减少1/6。镜头回来，我们来关心台南永康一间老板的五金行，在早上7点过火烧厝，店内是放真侪瓦斯罐，还有汽机车的油料、乌油渣，火火这一烧是未收煞，大约500平方公尺全拢烧了了，加在是无人伤亡。大片铁片在暗当中烧个红气气，含着一片火海。台南市永康区的一间老字号五金行，昨暗时7点过，熊熊窜出大火。店内放大量五金用品，有瓦斯罐、油铲、甲汽机车油料，这样火爆的声音一直传出来，火势无法度收煞。经济消出动上百人拍火，就惊火继续狂烧。电线着火，那就是一些五金百货日常用品吧。嘛有瓦斯罐嘛，小瓦斯罐，还有油漆嘞，油漆嘞也有，就是喷漆嘞啊。就算消防员同时报警一条水线，都加派消防机器人到三工，暗过天片拢全部烧起来，差不多500平方公尺，拢烧了了。现场防火拍火，只希望火势唔通过窜到边啊，真危险的饮料店甲其他店头。哦，财主应该有破百万，它里面很多汽机车的油料，还有瓦斯罐，而且它灵动有铁皮屋。我目前最大的作用就是去阻绝隔壁铁皮屋的燃烧。火警官们和消防人员也冻袂掉，提水管冲破地，业者还是电线烧卡电。暗过详细到火管分一万安进一步调查，不过在现场员工甲人客拢及时逃出来，最后是出动大钢架、铁图铁片协助救灾，才在半暝11:15完全拍化灰色。记者综合报道。10年前高雄发生气爆，高雄石化公司爆炸，这个案当中时是造成32个人死亡，321个人轻重伤，还有附近骑街3000多的受灾者，政府有先赔偿这些受害者，再还分6大案跟中油、烟化还有华文这些业者讨赔偿，其中里面有一案，一审是判政府可以拿到7900多万的赔偿，但是昨天二审的时候，这赔偿金是降到剩2800多万，原因是法官认为市府的管理也有疏失，责任较大，但是市府说他们会更上诉。
蔡伟彪顶官写一空2014年8月7日，这让人永远袂记得一暝。这边变到伫高雄市的三道路，当时高雄石化公司气崩的路段之一。十点钟，迄场惊天动地的气崩意外，是造成建议小灾内32个人死亡，321个人轻重伤，受灾的民众加起来是3140个。高雄市政府以代为救伤的方式，赔偿受灾者了后，分作6大案，提告造成事故的中油、英华和华文这公司救伤。其中一案一审是判英华华文公司赔市府7942万外元，二审改认定市府的管理疏失责任有80%，判英华华文单单的赔偿2847万外元。认定之过失责任过轻。本院认为高雄市政府关于湘涵之发包、验收等过失情节为细争气爆之主要噪音，应负担80%的过失责任。是否尊重司法判决，但对于法院未能公平追究肇事责任及厘清肇事责任，能深表遗憾。政府表示讲尊重判决，但是对这个结果真遗憾，会上诉到底。嘛，讲到这案判赔的金额，就算落尾确定赔偿金变少，政府嘛会甲补甲够，未转去受灾者的身躯顶。10年前，高雄石化气爆发生之后，技术公民就有呼吁，就是说，理论上工业管线是应该要退出市区、退出人口稠密区，这个想法到现在其实还是十分的遥远。地球公民基金会讲，气崩了后，高雄市定定公线自治条例，统一单位去管理全市地下的工业公线等积极的作为。但替石化业输送原料的936公里的公线，搁伫地底下，经过14个行政区，要到工业公线收线的环境，对接当前冲击较大，嘛是搁伫个原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中代理的仁爱病院有一个姓王的妇产科医生，伊伫2019年时替一个妇人人接生，严格红婴仔出事了后是死亡，家属认为有医疗疏失，遂提出告诉。法院伫一审的时是判刑事部分无罪，严格伫民事的部分，医生含病院爱赔1400多万，病院这边即马拍算要提出上诉。阿爷的头壳出现隐隐的伤痕，除了肿起来还阁见血，虽然紧急转病院，有关系救无回来。老爸摕到囡仔的相片，又阁唔甘，又阁无奈。2019年6月，林先生陪伊的太太去到台中代理仁爱病院生产，不过囡仔一个出事就袂喘气，家属这支病院伫个囡仔的过程当中有疏失。一次吸不出来，还换了第二个，然后又换了第三个。啊，他也当下也没有决定，也没有正确的去判断决定说是否。剖腹生产，然后导致于小孩子待在里面太久。家属不满囡仔一个出事就规身躯全伤痕，控诉病院不懂使用真空的吸引，透过司法要来讨公道。法院一审判姓王的妇产科医师刑事不起诉处分，不过民事是认为有医疗过失，需要赔1404万。家属请的律师表示，这是因为家长的被抚养权受到损害。小孩子本来就会有在法律上面本来就有抚养父母亲的义务。那小父母亲呢就有受小孩子抚养的权利，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期待的。你们凭什么一一相互？难道一条生命就这样子结束吗？家属表示，一审判决出来了后，家属阁受到医界的攻击，感觉真委屈。仁爱病院以文字声明表示，整个生产的过程都是照医疗的规定来进行，而且经过鉴定并无疏失。针对民事赔偿的判决，病院表示尊重，不过已经依法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高中免试入学7月初到放榜，即马有新竹和苗栗这所在的家长是对外表示，即一区的公立高中本地就少，加上新竹科学园区即马人口有增加，伫新竹苗栗这所在学生的比数是大有问题，因为因讲会考学生囡仔摕到5A的学生，因的这成绩煞嘛无法度读到第一志愿。休假期间，暑期辅导还未开始，新竹高中小跨冷清，11新生报道，590个德中人都要入来。有毕业生讲，德中录取分数是愈来愈悬啊。好像是5A4家可以上，那这也听说是5家嘛？对，5A5家可以上，就是他分数会越来越高。德国实中是仅仅41个一般生的名额，竞争是更加激烈。结果有24个人是五科当中 A++， 作文嘛是5级分，当中是精英录取。不过全中高讲今年会考较简单，唔啦地标区，其他都会区的正规机关录取分嘛拢起哩。因为竹苗的公立学校数比较少，所以它相较于其他的都会学校，它会上升的幅度就相对会高一点。
有家长认为讲新竹的公立高中较少，今年的会考容错率较低，加上德标区的超级笔数是三级制，无考到五 A 以上，卖讲是第一志愿，连附近嘛无公立学校通读，已经有家长考虑提前一年转学籍去上班。像我们周遭很多朋友就会考虑，那是不是到北北基去考？他每一科错四题以上的话，他还是可以读在国立的高中。今年跨区到基北区就读考试的学生，从去年的92人降到今年的84人，也有日渐下降。新竹县教育局讲，德标区今年的录取率99.72%，适性一拍的成效未歹。德中德女录取的状况是和去年差不多。专中教讲，新竹人口增加，整体少子化的趋势无变。根据了解，教育部并无新设国立高中的规划，是伫新竹县以现有的高中升格做完全中学。另外，家长想要让囡仔去上北是会当了解的，但是嘛是要考虑到同学的成本，敢真正对囡仔是一件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立委赖淑宝，7月7号暗一赛车赛在台北市大安区，要滑的时无让过路人，去弄到两个女性，加在因两个女性拢是无性命的危险。赖淑宝昨昏在立法院伊有回失的，伊讲伊毋是超过伊的，伊嘛无食酒，伊嘛负起相关的责任。非常抱歉。两摆行李回失的，国民党立委赖淑宝找到暗时，赛车南往北经过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208巷，要倒弯往西的时阵，疑似无让行人弄到伫个过斑马线的两个查某民众，造成因骨折和头受伤。A 柱死角没有看到左边两位女士啊，我没有酒驾，而且是绿灯可以左转，啊，就是因为天色太暗。这没有碰到，没有看到人，就这样撞了。老师傅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已经得到对方的谅解，嘛愿意负完全的责任。两个行人嘛送去仁爱病院检查治疗，不过在意识拢正清楚，无性命危险。详细肇事的原因，阁要等警方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肇事驾驶经酒测亦无饮酒情形，本案后续将送至交通大队进行初步分析研判。交通部长李明言早起伫个立法院受访的时阵表示讲，要提醒全国的驾驶要注意停让行人，卖予各县市政府来注意各路口的照明，而且用避雨岛的方式来减少 A 条视线的死角。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民众在大众运输 T Pass 通勤月票推出要一档啊！即马中央按算要用3年200亿的经费来补助民众在大众运输，所以来伫年底进前，阁要准备推出更加短期的14天短期的 T Pass。T Pass 实施一周年，到6月底，全国已经有768万8000人次加大买月票的方案，差不多有5亿7700万人次搭各种的运输。交通部后一步要推行不超过14天、时间较短的 T Pass， 按算年底得进行试办。那这个方案的话，在6月25日哈，公路局也都跟各县政府召开讨论的一些这个执行的一些过程。那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哈，可以来试办推动 T Pass 3年投入200亿，一拍3折至5折的优惠，提升民众通勤搭公共运输的意愿。不过运量提升。运具或者是人力，煞无一定对得到。国民党立委林派上举例，每一天差不多有40000的家人人坐国道客运的往回，不过司机欠人，车班少，地主车头排队，常常排到热热等。如果我们的国道客运没有办法顺利的去符合这大众运输的功能的话，是不是变相的要逼大家去开车呢？我们把驾驶的那个年纪从65岁提高到68岁，让有更多人可以来担任。那第二个有相关的一些加薪的措施，目前平均大概每个驾驶大概有加薪5000块月薪。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9个县市推出月票的方案，平湖卖在8月份加入，达到20个县市的目标。也若 T Pass 未来敢会继续来推动，嘛受到大家的关注。部长，有可能即马来停起来，无要选举。啊，这波走的不会走 A 呗。目前的了解，包括院的部分也都很支持。民进党立委李坤德自己讲，今年1月至4月，整体运具大的人数比2019年，唔那无增加，顶多是减少。交通部袂当提疫情的时期来做比较，都讲是有咧增加。部长李明言讲，国内公共运输还佫有真大成长的空间，会为各方面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来针对国会这款法案修法的涉嫌案，很快法庭在昨昏也是邀请申请人，也够立法院来表达对暂时处分的意见，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立法院这边的代表是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伊是主张讲申请涉嫌是无合法的，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也毋过总统府这边的诉讼代理人洪伟成律师是强调讲，宪政那是受破坏，就真歹恢复，所以危险这件代志是一丝丝啦拢袂使。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行政院甲总统赖清德又个检察院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宪法法庭伫初十进行准备停诉，四大行政院甲相关机关立法院伫暂时处分的必要性甲急迫性分别陈述。立法机关代表主张释宪申请无合法，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行政院是强调，违宪连淡薄啊拢袂使。机关性宪法诉讼必须就行使职权跟所适用的法规范内容抵触宪法才能申请。那我们主张总统申请不合法。军庭要思考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底违宪可不可以一下下一点点就好。我想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不可以。听完各自表述了，大法官尤必雄直接点名民进党的立委黄国昌，问讲立法院对总统若拒再接受国情报告的邀请，有甚么款的回应？立法院是不是反制总统的连署权？强调这关系到宪法法庭制度是不是符合暂时处分的急迫必要性？总统不来立法院，什么事也不能干，那个不是单纯的立法院邀他来，然后立法院任何一个党团片面的就可以决定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军庭宣告暂时处分的真正理由？因为一旦总统被邀请到了国情报告，到立法院副国情报告，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担保。而这正是急迫性。针对行政院诉讼代理人电视意见时阵，引用媒体报道批评立法院伤过大，吴宗宪直接反击。对比右边年初立法院在野党团总召喊话说要让执政党找不到人当部长，油盐在耳，我们不禁要令人对于国家机关未来运作感到忧心啊！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他以新闻网的报道用语来当作法规范宪法审查的论述依据，其实极为荒谬，这在普通法庭也不会见到。双方在宪法法庭讲话要到三点钟，也若大法官对暂时处分的裁定时间范围，依照规定是无期限，是不是裁准暂时处分，各界拢在咧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消息来关心，明年2025年，上北市要共同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这嘛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会，四年办一届，是头届在台湾举办，嘛是头届在亚洲举办。也毋过之前有一份调查讲，这个消息是无啥人知，所以上北赶紧宣传。两个上北市长昨昏做伙开记者会，公布这个运动会的主题曲。而且两个市长嘛讲，因拢有报名，嘛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报名去参加。真侪扑克声配上澎湃的歌曲，这是金曲歌王国际歌来替世界壮年运动会所演唱的主题曲《金梦想》。歌曲内面除了有中英文的歌词以外，阁有关注民记来表现出国际性甲台湾特色。每四年举办一摆世界壮年运动会，每年是由上北市共同来举办，嘛是头一摆伫台湾举办，伫亚洲举办。请你参加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留下你精彩的一页。世界壮年运动会是国际性的运动会，但是近前就传出主办城市之一台北市健科会家己做的调查，有七成高的民众唔知影，互人批评讲宣传无够力。上北市长嘛一定家己报名，嘛鼓励民众来参加。35个项目，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我跟侯市长我们都有报名，甚至有组队参加的团体赛，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赶快报名。台北市体育局表示，目前国内外一定有18000人报名参加明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今仔日推出的大赛主题曲，主办单位表示，后续会继续加强网络和社群的国内外营销，把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办出台湾特色。记者陈阿选、张俊佑台北报道。今天来高雄公山的前方国小，还有参条的新兴国小，这两间学校长期都在推上无人机的科学课程。今年有6个国校的学生囡仔，摕到全国前3名，因为底嘛要背
年底嘛要飞去马来西亚去参加国际无人机的世界总决赛。学生操作无人机，转过头前的烟壳啊，教练伫边啊提醒因时间，因为因爱伫三分钟内面顺利完成两个关卡。前通国小甲学校活动中心模拟假做比赛现场，互囡仔练习。参加比赛，囡仔讲，虽讲无人机好耍，毋过练习嘛介辛苦，爱学真侪物件。就是在操控无人机用那个钓鱼的时候，要一直很专注，因为只要一分心，那个无人机就会失控。不要放弃，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去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高雄参寮的新兴国小和工山前锋国小今年是派出这六位学生参加奥赛特无人机台湾国赛，将国小组的前三名总包啊。第一关是障碍撑船，爱操作无人机两过十个船。第二关是钓鱼啊，应该想办法把白鱼吸掉咧。鱼钓啊是由教练甲囡仔讨论制作，这拢有技巧。鱼钓啊设计就是因未来参加国际赛必备武器，还有磁铁的分布等等，都要一直在一直试一直修。哦，到底是咩地要对中地啊，对顶头对下骹地，迄种爱试过。其实这都要一直测，它慢慢去越调越细，然后去增加它我们的速度。两个国小六个囡仔，十二月就要代表台湾参加马来西亚国际无人机总决赛，因会当去甲各国囡仔交流学习，也拍开因的眼界。记者钟义辉高雄报道。今年第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是《夜泊》，这是关淑萍本人的作品。本来是讲，伊细汉住伫台南，伊爸爸拢参伊讲台语，所以台语是伊细汉时的母语。《夜泊》这张专辑，伊是用台语来唱出传统的农村查某人的心情和困境。会飞，会飞，有伊会晓。台顶唱歌是着第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的《本来》。本来是原住民，细汉踮伫咧台南，爸爸拢参伊讲台语。对伊来讲，台语是囡仔时期记忆内底的语言。也无即张得奖的专辑，描写传统农村女性的困境，这也是伊甲苏克创作人郭志和共同拢有的囡仔记忆。阮细汉时阵，装卡查某人的命运，啊，用真济动物啊。物件来写查某人的心情，我家己在唱的时阵，会感觉到讲，这条歌是咧骂查某人，吼，咧骂伊，拢我来参与做事啦。拖行李伫二十八公园行，本来除了是歌手，过去伊也捌因为争取保存原住民传统领袖，踮伫台北市凯道甲二十八公园超过2600天。这段本来抗争的过去，拢写入一本册内底，今年五月出版。即卖人咧想土地，就想讲啊，即卖传统领域拢兴好原住民，安尼啊，是毋是阮？其他的人就无权状啊！伫阮的文化内面是，阮所有的歌是为土地生出来，因为迄生活甲土地很紧密连接。为2600多天争取传统领袖的户外抗争，到心思幼路用武器唱出囡仔时代记忆的台语歌曲。本来希望大众通过伊的作品当中放下现代社会紧张的步调，慢落来斟酌听，思考囡仔时代环境等等，找到另外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请囡仔来看戏，这是国立团结中心延续旧年的计划，今年有补助22个戏剧剧团到全台湾超过200间学校去巡回表演，要请各地头的学生囡仔拢有机会会当看到歌戏这戏剧。今年嘛有甲地方政府合作，有六个地方政府要来举办7场的外台歌戏。脱离
戏剧的刻板印象，除了传统歌戏的忠厚质疑内容，当变换歌戏团加入新的元素，搁参现场的囡仔人互动，那让囡仔愿意接触传统文化，也让剧团随新时代的口味做变化。过去人就讲啊，都看歌戏啦，吼啊，看这啊南管北管拢是敢那啊老岁仔人的专利啦，吼啊，但是呢，安尼类咱的传统戏剧可能会断根。好，今仔看创新的戏剧表演，团结中心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报道22个歌戏、布袋戏、花鸟戏等等戏剧团队，为今仔到11月要加入全台220间学校巡演，其中包括70间偏僻地区的学校。走进校园，吸引小朋友。开始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台湾很多剧团还一直保留很有生命力，我们必须给他提供很多舞台，让他表演，他才能够继续想出一些新的创作。去年的298所学校里面，有高达将近50%的学校开车开非常久，甚至还要坐飞机去的小琉球啊，或者是山上，让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戏曲的美。请囡仔来看戏，除了延续去年的校园巡演计划，今年也增加儿童歌戏，参桃园、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和台东6个地方政府合作，8月到11月举办7场挂台歌戏表演，希望传统台湾传统艺术，增加囡仔对文化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口有超过900万人，是全世界第一。之前目伫西游记中心服务18年的护理师吴培芬，也个药师蔡家琪，因即马合作，同齐开发出一套有方游记病的桌仔椅、桌仔床，而且搁四界去举办体验活动，希望要教民众安怎过游记。民众领导啊，决定行几步，每一个关卡拢有药剂保健的相关知识。这是护理师吴佩芬参药师蔡家琪合作，做伙研发设计药剂病防治的桌仔椅，希望民众透过游戏了解安怎预防药剂病。伫咧佚佗内底，因为一直重复，所以你的印象会较深，就会自然记起来。我感觉这个桌游足趣味的，会当让更多人熟悉药剂的功能。还有要怎样保护游子，让身体更加健康。桌仔椅设计者吴佩芬之前捌伫西游记中心服务18年，伊表示，因为游子病初期无明显的症头，袂少人因为无注意去拖到治疗的黄金时间。伊希望利用桌仔椅的方式来推广宣导游子保健的重要。看足侪患者，因为这西游记吼受到足辛苦的，比如讲因食食方面啊，啊个忍受一礼拜爱有3次注射，过程中我咧想讲，我会使做啥物康做。挂虾米代志来帮助因安尼，耍游戏的过程中啊，较袂袂记安尼，所以伊就当分享给好也诶厝内底人啊，啊是甲伊提起讲啊，其实爱做虾米才会当保护游子。吴佩芬甲蔡家琪去年10月开始推广游子病防治的桌仔椅，目前已经办过10多场的体验活动，未来也按算培养师资，开发线顶版本，希望让更侪人知影安怎保护游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南澳的地中海地区，即马是热天旅游的大季，严格当地天气即马真热，而且酷寒真严重。一寡湖甲水库是大酷酷，唔呐农业含生态拢大受影响。即、這个所在即马也够真侪观光客，当地的供水系统嘛强要制止袂掉。镜头对天顶翕落去，正明显看到这个湖愈来愈大，愈来愈细。南澳的地中海国家，伫最近拄到夏季极端高温，酷旱问题正严重。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伫咧过去12个月以来，降雨量只个呾250毫米，比过去的平均大较低。伫咧岛上唯一的天然湖佩尔古萨湖，就拄到存亡的危机。una tendenza ad avere anche nel mese di settembre e di ottobre precipitazioni al di sotto della media. Tuttavia speriamo che questi modelli sbaglino e che ancora non siano messi bene a punto, perché attualmente ci troviamo in una situazione di emergenza, ma il trascinamento totale, soprattutto la mancanza
La mancata ricostituzione dello specchio d'acqua nel periodo. 佩尔古萨湖正常的面积差不多1.8平方公里，是古罗马诗人奥德维所写《英雄的春天》。农业专家讲，无水塘经将会威胁当地农业活动。科学家也警告讲，可化将会对湖附近的生态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影响生物的多样性。地中海的另外一边的希腊观光圣地纳克索斯岛，是拄着水库打气，海水渗入去农田内面。那生理人也够有客担心，农民也讲，农作物的收成甲以前是未比的。Η παραγωγή μας κυμαινόταν από 3,5 μέχρι 4 τόνους ανστρέμα. Φέτος θα κυμανθεί από 1.500 μέχρι 1.700 κιλά. 目前在纳克索斯岛的两座水库，一当用的水量是22万立方公尺，是过去的三分之一。当地人口差不多20000人，因过今年热天来这游客数量破纪录，供水系统将要无法度负担。有旅馆业者就真无奈讲，地主嘛只好是尽量省水，靠家族留来一口井来应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天气玻璃仔，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台风多。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高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高35度。外岛27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去九点，咱再会。